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会同大家食 Burger Mate。Burger Mate 系喺尖沙咀金巴利道嗰边嘅一间 burger 店啦。咁我上次其实已经同佢哋合作过噶啦，佢俾过一次嘢食我，都觉得好好食，所以就促成咗今次第二次嘅合作。佢哋今次俾咗三四款 burger 我，同埋其他所有嘅小食，鸡翼啊、炸鸡啊、黑松露薯条都俾晒我试。铺头嘅特别之处咧，就系佢哋用嘅牛咧都系嚟自美国噶啦，全部都系。除咗有两款系日本 A4 和牛嘅汉堡包，同埋我之前拍过一次 ASMR 咧，佢哋嘅 burger 系我食过数一数二最 juicy 嘅 burger 咯。试下先，哇，啲汁啊，劲 juicy。個黑松露味好出喎，好香。呢個好食。佢哋仲俾咗一個自家製嘅醬汁我。好熟，我好中意食單骨嘅雞翼啊，好方便。可能我攞嗰啲嘢食到依家咧，揸车过嚟都差唔多半个钟到，所以啲薯条已经唔脆咯，但系都 OK， 个黑松露味都有。個汁好熟，
佢啲雞唔係乾蒸嗰啲，哇！我上次試過咧，都已經覺得好好食嘅。